中央电视台，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为大家现场介绍的是郝帅马林对普里莫拉茨和托西基啊这一对选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的比赛。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乒乓球队资深教练李晓东啊为大家来进行点评。啊，我们在比赛过程中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也请李指导多多的给大家介绍。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吴敬平，啊，他是王浩和马林的教练，啊，这次也到前方，现在给郝帅，啊和马林来指场，啊，希望大家参加我们的官方微博的互动，啊，话题呢就是胡丽梅和丁宁究竟谁能够晋级，因为呢，丁宁在前面的两次直通中是两次输给了胡丽梅。而但是丁宁又是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所以胡丽梅的经验少，所以这一点呢是很有看点，希望大家参与。啊，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呢，观看比赛的同时呢参加，我们的短信互动，全国手机用户均可发送到91066999185，全场比赛将有三名幸运的观众可以得到洋河蓝色经典提供的天之蓝礼盒或千元大奖，希望大家运气好。啊，这是普里莫拉茨。郝帅来自天津，马林来自沈阳。在2005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当时在上海，啊，在那次比赛中，我记得郝帅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几次打高球的过程中，对，啊，是当时没有处理好，啊，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丹麦的梅兹，啊，丹麦的梅兹。李指导，你觉得像普里莫拉茨40多岁，这个年近50吧，像这样的运动员的话，是不是一到35岁以后，应该说乒乓球运动员就明显的退化，是不是可以这么讲？或者说是30岁？我觉得现在成熟的也晚。嗯，你比如说像，当年呢，像庄则栋拿世界冠军的时候，他19岁，是吧？嗯，包括现在像孔令辉，他19岁、20岁。嗯，那现在随着这个发展，这技术越来越多。嗯，技术里头你不光是原来是快攻，现在也有速度、有力量、有旋转，它各种打法里头，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所以运动员的成熟期越来越晚。你比如张继科拿冠军，我们叫他大器晚成，其实他很正常。嗯，23、24岁拿，你包括现在马龙还没有拿世锦赛的单打冠军，他也23岁，嗯，是吧？所以就说呢，现在成熟期晚，所以他再加上这个现在我们的竞争机制比较好，嗯，啊，所以他运动员的寿命都长，明白？所以现在到马林也好，王励勤也好，他33岁、35岁还在打，还能打，但是就的确来说，他们付出要比原来大，嗯，你比如说原来我练8个小时。对吧？我睡一觉醒了，第二天依然如故，再来一次没关系。嗯，现在他的恢复就好。没错。再有一个就是说的，从反应啊，从力量啊这些东西来说，应该说他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他不可抗拒。嗯。啊，反应、力量、速度，他这种能力，啊，动力元素的能力，他会下降。没错。包括他有啥的自信心，我们叫心气儿，嗯，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闯劲儿十足。对吧？他因为他取得了很多成绩，他会保自己的成绩，没错。啊，所以就基于这几点来说，应该说从33、34岁以后啊，是很难再往上涨，能够保持现状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嗯，所以像普里莫拉茨，他们这个也就是说在欧洲整体的竞争环境没有中国这么激烈，所以他还能生存，他还有一席之地。马林吃板横拉。大家看到第一局的比赛呢结束了。啊，这个球拉得非常刁钻，啊，是一个直板横拉，还带点外滑板。
现在吴敬平教练啊在指导，大家看吴敬平的这个表情啊还是比较激动的。啊，跟大家观众介绍介绍这两个运动员啊。从马林来说，我们说他特别不容易，因为他直板单面拉的打法反手比较弱，弱点啊也比较明显。就是他能够啊，马林是中国男队拿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员，现在19个好像是吧？他就是常年世界排名能在前10名甚至前3名，他作为一个直板真是难能可贵。而且他经历的这很多东西，就说他最频繁的是规则的改革，对于他的冲击，没错。你比如说小球，马林本身的速度跟力量不大，但是小球的速度快，相对的来说力量要大一些，没错。他由小球变大球，马林发球好，啊，他改成无遮挡式发球，对吧？马林这个打比赛纠缠能力强，换成11分是，包括近期改的这个水溶胶水，也使球板的速度、力量、旋转下降，功能下降。其实马林前几关闯的是非常出色，没错。但是最后一关，我跟国良教练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最后一关来说，无论马林也好，无论大力也好，在这方面受影响大，就这个水溶胶水。您讲的就是无极胶水，是吧？哎，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老运动员打的年龄长，他的动力已经定型了，他的感觉特别精确，换了这种运动器材以后，他的动作结构、打球意识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没错，在这种变化面前，就这幅度太大了。没错，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之所以不能恢复到最佳的巅峰状态，跟这个有很大关系。但是马林不容易的，就是说的，他还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点是特别不容易。你知道刚才讲到的无极胶水，就是，实际上就没有挥发的，它是水溶性的。那这个胶水贴完胶皮以后呢，球的这个胶皮的弹性明显下降，啊，就不像我们过去，小时候打球的时候用那个粘车带那个胶水啊，特别刺鼻子。但是粘上以后呢，它膨胀，那个拍子很有劲儿。所以说呢，这个对马林来讲啊，就受到了影响，球的速度和力量啊，明显的受到影响。再加上无遮挡发球，再加上大球这一系列的改变，啊，对他来讲确实不容易。您再说说郝帅。郝帅这个运动员，我就说的，4个字儿。用情特专，他用情里头最主要的是这乒乓球这个情，因为他从最高层打过，在2005年的时候世锦赛他是中国队主力，对，一直是北京奥运会前一直是竞争对象，还算队里的重点。2008年以后这4-5年，郝帅就是个一般的运动员，没错。对吧？他不享受这些重点的待遇了，什么2拉1啊，有些对手陪他练，但是他依然非常执着。他队内竞争，他就出不了前6名，他前6名以前甚至经常打前4名。对，所以特别大家都特别说，特别尊重郝帅，说郝帅是真，这哥们儿真是个爱球的人。用情专，包括对他女朋友，现在的太太是吧？买条裤子再打电话打1个多钟头，国际长途，啊，问颜色啊，问长短，问肥瘦啊，哎呀，那个劲头我觉得还真好，啊，他用情专来说，尤其事业用情专，没错，这点上，而且这个马林跟郝帅啊，他们俩都属于这种轻灵技巧型打法，原来衡量过说的郝帅这球，刘国梁教练说有点像羽毛球的鲍春来，有点像围棋下棋的马小初，这种轻灵飘逸，打的是速度，打的是技巧，马林打的是旋转，打的是变化，所以他们这个两个人打法来说比较吻合，所以打球的方式、打球的意识，包括衔接球这种东西，也双方面容易能够渗透，容易理解，所以他们的配对还是有特点，他们不是靠力量取胜。啊，观众朋友，我们回到比赛的现场，现在是普里莫拉茨，啊，是世界上的，应该说最资深的运动员之一。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到，啊，那个时代，普里莫拉茨可以说是个标本，啊，他能够代表那个时代。但是从现在可以看出来，
啊，他现在和中国运动员的这个技战术比就显得慢了，啊，显得呢这个不够凶狠。现在发球的是郝帅，克罗地亚的普里姆拉茨是右手，托西基是左手，中国选手郝帅是左手，马林是右手。好球！啊，这是撇了一板，带有啊很明显的这种晃一枪的意思。所以乒乓球现在也非常讲究，就是啊打你反手像正手，啊必须要是虚晃啊。普里姆拉茨想当年也是欧洲的三虎，瓦尔德内尔、塞耶夫跟普里姆拉茨是啊。所以他能够取得两次世界杯的单打冠军也是很不容易的。嗯，啊，其实这次比赛是在法国，他一个呢就是这次的世乒赛是2003年世乒赛的10周年的一个纪念，当时呢2003年世乒赛，当时我呢是李指导，那时候也去咱们一块儿啊，在这个巴黎的现场，我记得当时呢转播的时候，就是孔令辉啊是唯一的一个中国男队员进入到前4名的选手，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了。那么最后决赛是谁呢？当时孔令辉他输给了施拉格，然后施拉格最后和这个朱世赫在最后相遇了。其实那次朱世赫呢是完全有可能拿冠军的，如果那次拿了冠军，可能削球会掀起个高峰，结果呢施拉格呢是顽强的抵抗，最终是战胜了朱世赫，拿到了冠军。那么中国队呢在那次呢是没有拿到，但是实际在这个20年前，也是在1993年的时候，法国的该廷，啊，是拿了男子单打的冠军，所以这次比赛呢，也是该廷拿冠军的20年的纪念。现在很多球迷都很留恋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中国队，可以说亚欧呢是正好是对抗的时代，啊，互有胜负。对。对拉。就像李指导讲的啊，郝帅这个打球啊是手感非常好，控制能力很强。我要跟观众介绍一下，这个中国运动员的这个培养系统啊，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运动员就是说的，优势是我们说举国体制有优势，就是全国最好的几十个运动员长期集中起来，没错，这样的话我们的训练的对抗性强，训练各种打法强强对抗，对手也多，嗯，搞起竞争来以后这玩意儿也刺激，嗯，所以这个来说它不像国外的，国外就是说的他们都在俱乐部，嗯，一个俱乐部有5个人或者4个人，有一个好的，有一个中不溜的，有俩差的，所以天天就这4个人在一块儿一待半年多，所以他的训练质量很低，只能靠比赛，所以他这个从整个训练系统上呢，他比中国运动员是要差。再一个就是中国的教练啊，都是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世界冠军，没错，或者说是全国冠军，这些非常有实践经验的啊运动员退役以后通过系统学习，然后当教练，没错。欧洲的运动员都是天才，他们自生自灭，教练是行政管理的比较多，真正指导技术的很少，嗯，所以我们就特别尊重像普尔啊、萨姆索洛夫这些人，他们就凭借着个人的能力，能跟亚洲的、能跟中国这种对抗群体能够抗衡，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真是让人尊重，没错，没错。现在10-6了，我们看到马林和郝帅呢，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是2-0领先，现在又打到第3局的10-6，郝帅挑打，马林侧身以后他削一板，这是马林的一个特长，啊，他有的时候呢，一旦位置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变换身体的姿势，在步法不到位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协调性和临时的变化来把这个球打过去。所以观众可以看啊，最大的差距还是速度。嗯。所以快准狠变啊，从60年代就提出来，快还是第一。啊，普利马拉斯刚才也来了个高级球，好球！啊，刚才那个球也是削了一板，但是马林其实削的不错。这个要碰着一个年轻的二把刀、二愣子的运动员，出去了，他可能就丢了。对，他但是这球普利马拉斯，他快球不行，慢球他还是经验丰富。是的，他这个节奏找得非常好，对吧？
调打，好球。啊，这样第三局比赛就结束了啊，马林和郝帅又取得了胜利，稍后看第四局。好，观众朋友，我们回到现场。啊，现在呢，首先大家看到是郝帅发球。这个球特别好啊，马林一发动，郝帅这种衔接啊，我说双打最好的两个人能够把特点融合起来，整个一个打法风格就是一体化，像一个人一样啊。有的就不行，就是说的有的运动员啊，我力量大，那个速度快，这两个力量速度里的有矛盾，它不能统一起来，相反的有时候还会相互之间产生一些障碍，这就不好。没错。你看这个郝帅反手一条直线，马林马上等着侧身位，哎，马上打下去。这种，我说这种衔接就显得是赏心悦目，非常的流畅。在双打比赛里边呢，发球呢并没有优势，啊，反而呢有的时候有劣势。对。啊，这个要注意，因为发球难度应该小，双打他只在发到对方右半台，没错，长球不太敢发，绝大多数运动员观众可以看，他就是趴在右半台，他等着打，没错，所以在接发球轮在双打当中，经常是双打能力强的人接发球轮赢的球。对，啊，这也是马林的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拉的时候，有的是身体啊，在失去平衡的情况下调整。你看马林打球，不慌不忙，这也是经验的体现。不像年轻选手那么赶慌啊，感觉到很轻松，很自如。走，好球！这个球有点球权责备了啊，能拉过去不错了，还想拉一条直线，也是这个比分还是领先的差距比较大，所以他手也松一些。直发球，这个我们看到了科贝尔啊，这一对儿一看落后比较多了，他们也习惯的希望给观众呢做个表演啊，因为这场看来是肯定是输了。其实这也是欧洲运动员的一个特点，他们有的时候到实在赢不了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观众，要给观众好看的东西。中国运动员也很配合啊，你虽然在扣高球打全打在他们手里，而且力量不轻不重啊。好球，再来！哎呀，郝帅最后还是露馅儿了，漏了！哎，打高球看来是差是吧？他自己也笑。马林这个球放的太好了。啊，这样这场比赛呢，就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了。确确实实呢，也给观众呢带来了一些享受。我们的运动员呢，在这些年来我感觉到啊，对待观众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啊，能够，特别是当观众签字啊，观众有要求的时候，都能够很好的满足观众，就能够意识到啊，特别是职业联赛，啊，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啊，所对观众所持有的这种态度。细短，好球。李指导，你看了这个双打比赛以后，你有什么感受？
我就想这岁月流失的太快，跟我这个感觉。嗯，我也是看着弗里莫拉斯这帮运动员长大的，没错，整个他整个训练过程。